你们到底要带我去？刘川峰怎么在这啊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反正你就先站在这里看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们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啊？ Hello，Hello， 帅哥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那我就叫你帅哥好了。你好，我是网络交友节目主持人 Wendy。我们节目是专门在帮素人配对的。我看你的外表……什么？还要找刘川峰网络交友？是这个高冷的态度更是令人加分，所以你一定很快就可以配对成功的啦。请问你是单身吗？ 我看你这个反应，你就是单身啦，所以我想要让我们的观众们谋些福利好了。那我可以邀请你跟我玩一个游戏吗？如果配对成功，我就送你一个精美小礼物哦。能不能请你去找别人拍摄节目？我正在等人，没空跟你玩，也没兴趣交朋友。没兴趣，没兴趣，各位观众，有没有听到？在等人，没兴趣。 通常都会这样拒绝我们的人啊，一定都是因为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呀？我们可以为你表白哟。好了啦，你不要再为难他了，你要拍就拍我好了，我现在就要跟他告白了。 太令人期待了吧，各位观众，你们一定是我们节目组最快抽成的情侣了，太期待了吧！我们的事不需要别人插手。哎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哦，我还没拍完呢。Wendy，嗨，Liz，哎，你觉得我刚刚怎么样啊？我觉得。 不过，他们感觉看起来就像是互相喜欢啊！你干嘛还要搞得这么大阵仗，推他们一把？就是要推这一把，他们才会坦白彼此的心意啊！原来这都在你计划之中啊！你到底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装傻？第一眼我看着你，笑容里有点杀气。 抱歉，吓到你了吧？我没事。这个，你怎么会有？我已经买很久了，只是没有勇气送给你。 送给我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突然？但我不想再欺骗自己对你的感情。丽宝，我喜欢你，而且喜欢你很久。 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期待我们的结局，原来这就是爱情。那，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 什么原因想和你待在一起？
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什么意思啊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高欢迎。